送上我们的生日蛋糕，同时呢也让我们用掌声呢再次欢迎我们的羽凡大哥还有我们的金由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共同来啊帮我们的敏浩来过生日。好，来我们一起哈，这个是我们的敏浩，我来，我们集中一点，没有，这是，我跟大家说，大家为什么不敢靠近这个蛋糕？因为好像我们的电影就是因为一个蛋糕，好像引起的一个故事，啊，这是真的，可以吃的，啊，好，那我有请我们的敏浩来许个愿，许两个愿，一个是能说的，一个是不能说的，好不好？저는어쨌든이게이영화이제개봉식을맞춘게아닌데오늘이돼서너무기분이좋고이번영화가저에게평생기억에남을수있는가장큰선물이됐으면좋겠습니다我很开心，因为刚好我生日这一天是我们电影的发布会，所以没有别的，就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好的，那心中的那个愿望呢我们就不问了哈。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敏浩拿着我们的蛋糕刀切下我们的蛋糕，好不好？我们全场的朋友唱歌吗？我们对，要唱歌，我们全场朋友一起来唱歌，好不好？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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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全场朋友一起祝我们的李敏浩生日快乐，欧巴。OK， 来，我们切一刀，哇哦！好的，那稍后呢我们大家就可以一同来分享我们李敏浩的这个生日蛋糕的一份甜蜜了。来，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拍张照片，工作人员收一下麦克风，好不好？来，收一下麦克风，跟我们的甜蜜的蛋糕一起，我们的所有的主创来拍一张照片。对，我们前排的朋友照顾一下我们后边的官方的摄影师啊。来，我们先从左边开始，来左边，好的，来中间，好的，来右边，好，中间再看一下，好，谢谢，再次祝我们的李敏浩生日快乐。当然呢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7月1号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呢可以会和全国的朋友们见面，也请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线上的活动，我们将会开启新浪娱乐和新浪微博的线上路演，同时呢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